那天我娘成功时候有个会计，就是这一家。就在江上还有。那西报2022年 BP 为。是有优秀士兵。哇，我弟儿还优秀得很嘛。哎，21年都有一张。啊，那张姐。该放好。嗯，保存好。哎，那就放去。我也把鱼了，没啥话说的，你把家家吃了吧。要得。因为扎实的很，那我还做个甜的。我们来了。你把家当吃了吧，我就是当的。要得。不得，我这儿来带着我养在这儿。要啥养着？那汗水口粮我给我来加在这个头。那又够吃又喝喝看，养的。现在在那我养着，难得下个铲头。这干了嘞，那我就可以烧。要得。要得，然后。回来嘞，拖一担好大油。现在开到村了，那是豌豆尖上的房子。就是，等下下下吃完了。那就回去打汤嘛。好的。这油车那套路，等下架架拆下来，那些活就不安逸。嫩得很，那个尖尖。就喜欢钓鱼，钓鱼还是好有鱼吃。啊！我给他俩过去搞俺鸡鸭子吃。你家家拆开那边的水果还叫啥？我拆开香凉点了。呀呀，先一会下来哦。还煮了两顿干饭，你就趁机劲的干。干的干，干到就好干活了。慢慢子的干。哦，油菜来煎的，要不晚上点来煮熟的嘛，那天还剩的油。好，我去了。简简单单的不错。今天简单，一菜一汤。全是土豆炒的新鲜菜。嗯。好吃，有点有点好吃。好吃就吃，少吃一点也要吃。妈妈弄的多好吃。